你要去捡的，对，帮我就看一下。男子在超商内准备拎包裹，当场被远景拦下。啊，没了。啊，你的包裹方便问一下是什么东西吗？啊，谁叫你来取这包裹的？ 一问三不知，原来这名男子根本是诈骗集团车手，准备领取被害人寄来的提款卡。有案件在身上，警方一查发现，男子还是一名窃盗通缉犯，加入诈骗集团以机关署防疫不住为由，骗被害人将提款卡寄到仇省，借此用来当作人头账户。嫌犯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其实早被警方盯上。而诈骗集团花招百出，在新北市也有被害人险些上当。你的户头。 变成人头账户，就是他骗其他人的钱转到你的户头，转出去转好几手，变成你也涉嫌了诈欺。银行行员发现女子办网银，竟是要传送个资给信贷公司，立刻报警处理。管他用什么方式骗你，混话术怎样。 都不要理他。女子看到通讯软体内的借贷广告，想借款，对方反要求她先办网银做财力证明。所幸机警行员及时察觉异状，连同远景成功拦阻，才保住被害人20万积蓄。记者黄天耀、张妹子采访报道。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